Clash Mini 是继《皇室战争》之后 ，Supercell 公开的全新部落冲突系列衍生作品，要让玩家更加深度的体验部落冲突的世界。游戏这回将战场转移到版图之上，将一个个玩家熟悉的战斗单位化身为可爱的模型人偶。在战斗中，玩家将能够同时在己方的棋盘上放下自己的战斗单位，接着小兵就会自动向前冲锋作战。这些单位的作战方式将和玩家熟知的相同，比如能够冲锋陷阵的王子、钻地偷袭的矿工，或是会在阵亡后留下炸弹的骷髅巨人等等。看到这全新可爱造型的人物，玩家们是不是等不及想上桌来打一场了呢？